这是我们家吗？啊，门没有关起来哦，慢慢关。牵进来，牵进来，牵进来。我们家。外面没有关，你关里面不行，外面先关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没错哦。对，没错。不要到时候被警察抓去哦。那什么？你没有骗我哦，那别人的家不能进来啊。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啊，怎么电风扇没有关？你看一下，电风扇会不会关？我们家怎么电风扇没有关？你看，这是我们家。没有啊。你看，你怎么证明这个家是你的家？你怎么证明？因为妈妈家是不是我们的家？这个不是，这别人的家啊。不是啦，是我家啦。我们家为什么没有看到妈妈啊？妈妈在阿公店了啦。阿公店哦，真的吗？不要走错，到时候被警察抓去哦。没错啊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没错啊。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我们的家？啊？看，一定是妈妈回来的样子。哦，妈妈回来的样子哦。对啊，啊，怎么是我们的家？你告诉阿公。啊？为什么证明是你的家？你看你的床看有没有？看你的床啊，是不是你的床？你的枕头？怎么是我们的家？哦，到时候弄错了会被警察抓去哦。这是我们的床。哪里？这是我们的床。在哪里？那就是我们的床。啊，这个谁睡的？是我睡的。啊，你跟谁睡的？我们家都有电视机。还有电视机，你跟谁睡觉？在这里。你跟谁在这里睡觉？跟妈妈。跟妈妈、哦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家，没错。对，真的。啊，你没有骗我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。好，真的哈，好，出来。